喂，我有事跟你说，天台见。最近因网剧《白夜追凶》大火的潘粤明，在最后的比拼环节重新演绎了剧中兄弟俩的经典对话片段。我是想看看，就是完全没有这个表演的情况下，配出来是一种什么效果。 不过舞台剧并不能像影视剧一样通过二次录制或剪辑实现一人分饰两角的孪生兄弟同框，潘粤明是怎样完成他的配音表演的呢？有认识吗？侯哥，不是兄弟，没，我那大戏我请您帮个忙呗。我刚才说的，因为跟他是老朋友了嘛，当时他就说。 侯哥，就是你帮我个忙吧，就是要还原一个片段。他说我希望你能帮我助演一下。虽然并不熟悉剧情，但是经过潘粤明的真诚邀请，拥有丰富舞台经验的侯勇还是爽快地答应了助演请求。好啊，真的，哎呦，那太感激了。准备了大概也就有几分钟吧，不到十分钟，我们就上去了。他给我穿了跟他一模一样的衣服。其实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在这个戏里演的是双胞胎。为什么在这儿交接？ 因为家里不够宽敞，什么意思？你疯了？灭门惨案，物证我已经看过了，里边有根嫌疑人的头发不是我的，我那会儿头发没那么长，如果里边 DNA 跟我的吻合的话，那他妈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你的。关宏芳，就是这样一个临时搭档的舞台片段，在网络上引来了众多好评。实力派演员之间的标配音戏，让网友大呼过瘾。因为演戏不光是靠脸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扎实的台词功底，往往能起到点化人物灵魂的功能。观众对一个演员的台词功夫、声音要求，其实是进入了一个后影视作品时代的一个需求了。不单单只对剧情，一个演员的颜值长什么样。 可能对这个演员塑造的这个角色和声音的这种传递和表达，哎，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除了导演组提前要求嘉宾们准备的作品，节目录制现场，演员们还要面临不少的即兴考验。演员侯勇在舞台上再现的《人民的名义》片段，实际上也是临场发挥的。因为当时上台的时候，主持人说17年播了一个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是要不要现场给大家表演一段？我当时也没有台词啊，他就给了我一个就是台词本，我还可能还看着本儿来的，既想还原当时那个规定情景，又想那舞台上嘛，肯定跟镜头前还不一样，可能把这个人物那一段往上拔了一点。 我一分钱都没敢花，这全在这儿了。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就怕。我天哪！基本上上台就直接录，也挺好。我觉得即兴表演的东西，可能你会觉得更真实一些，感受可能更新鲜。